对啊，但是他不一定去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他还要干活儿，他不会放掉他的活儿的。不给他钱，他都干完了。这样说不太好，但是好像是不一定。我靠，这一个螺钉子丝，我这一裤子是银的。我还想看新疆小朋友呢。下了班先给我学，砸死了是吧？砸死咱俩了，反正不成问题。嗯，砸死你！没有吧？咱爸爸那天出去拿了个能打吗？糖块儿，能打，能打。哎，我第一次去，给我吓的，不是吓的。震惊了我三多年，为什么我们早上学热的要死？不是特别冷吗？一开始早上是有点冷的，然后到了中午热的要死，对啊。到了晚上吓晕着了。那个，啊，你我干啥就嘞？吓了第二天。你干啥嘞？啊，你好好先上他家去，我打电话给我姐，我就走了。是的。中午咱是不是都跑了？没有。我还写个。现在看看新疆文，他昼夜温差大。就是我写个姓啥谁让你拿的？这个不是保修的。我写的是吧？死鬼不保你也瞎。这样还行哈。然后，但是我那一个，我老婆那微信还有一个嘛，给他，然后从咱们那个。16000也给他，就是我剩下我七个。嗯。那我不就七个那个姓潘的七个吗？太过，可以吗？啊。你是让他自己看着吧。就听我的分析了。有人坑了吗？啊？他也没有玩花钱是吧？啊。所以说不想养他。那你直接把他抵上吧。不是。这样也差不多哈。超级加倍。差不多。啊。你们那啥多少是多少来？平均是多久？25000是吧？十公里半小时吧。25000还算以前那些是吧？那老给刮过山那其些。实我喜欢欧泡，我最喜欢欧泡。我不喜欢欧泡，干欧泡。啊？很卡。欧泡卡。是这我得给他6000我才去啊。就我那七个算了。怎么还差那么硬？硬是前面那个。我就说，他让他试试吧。哦，我那些孩子其实不算。我当然贵不行。嗯。是吧？这有什么？这就是东边儿不是16000吗？这不第一次听，从哪儿听的哇？然后那个，老流氓。俺老婆那个10000也花他的。老流氓，他叫。然后来。啊。那店里上班。啊。哦，那个什么组织的是吗？是领导。张轩。啊，一共是。嗨，阿姨好。哦，这就是上课，我们也搬家了。对呀。啊。我在和我同学。